请收看卫星世界工厂风水经。十方善知识，啊，过去啊，咱所讲的工厂，几啊集来咧，拢讲解这个外大门。因为外大门啊，就是咱人的嘴，咱人生命的所在。啊，嘴若是唔对去啊，咱身体上产生机能一定会故障。咱的门啦、啊，若向唔对咧，有当时吸收的空气咧，吸到歹空气。咱若是啦，门向着的时啊，咱目睭所看出来咧，嘛感觉心情开朗，也无压迫感，而且咧，咱心情啊产生一个感觉真正欢喜心的出来。像是各位啊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徛伫门口的时，咱面向一边，该向一边，该向一边咧，咱心情的感觉会无相像。当你咧向这边感觉，感觉真好的事啊！咱感觉迄天出去呢，就感觉真正顺事，一家也感觉真顺事。若是向着出去呢，无真清气，也是条啊，或者路冲等等呢，遐感觉看了真无好的事，即个现象的事啊，咱相信这个工厂也好，徛家拢是袂如意。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啊，在最近来咧，咱播出这个工厂风水，这个动物大门的哈吉祥祸福，甲如何来排解啦？哈、啊，得到咱哈十方有缘的人啦，打电话来，或者要来爱书。尤其咧，咱中国大陆啊，沿海所在咧，真侪咱台商哈打电话来，啊，写批来。好要爱咱的这个叫做书啊，关于阳台风水的书，因为所讲出来的真理咧，就是甲各位的生活、的环境完全全拢是相符。好，咱讲这妙法咧，甲咱的工匠、徛家咧，好吉祥祸福，拢是照安尼在行的运验。所以啊，哈，这中间所播出以来啦。哈，咱得到十方的支持甲扶持啊！哈，我也感觉一只心安。咱今日呢，要来甲各位讲解，就是讲，咱一间工厂要破土，要动土，尤其呢，新的工厂要动土、要破土的时啊，这嘛是占到咱工厂真正重要的一个课题。若是讲你真好的地理，啊，真好的环境，真好的地段啦。若是咱的动土时间那唔对去，那么所产生的效果啊，不堪设想。若是你唔对者，好、哦，你唔对咧，所发生的、所应验的咧，最起码有十二年，甚至一世人。我唔对的是啊，所引起的凶事啊，哈、啊。往往是一年、两年、三年、四年，拢永远袂煞。啊，等下家咧气温过去的时啊，公司倒去啊，家咧袂顺啊。好，啊，我甚至开始咧山崩地裂的事业啊，不可思议。这伫社会上叮叮塔塔的发生。若是日唔对咧，啊，咱一礼拜以来咧都发生，时唔对咧。当日就发生这个歹的现象出来啊！我常常甲我已经
大学啊，已经新发这个学员呐，所有的学生啊，甲因提醒，咱一间厝嘛好，一间工厂嘛好，若是咧，咱若讲要修建，也是要重新破土、动土，也是要对头动土、破土的时啊，这一课非常的重要，这就占着一个事业的前端。咱曾经有一位工厂，啊，伊咧所在选真好，好有一天咧，啊，就叫我去看，去看三个所在，第一个所在咧，啊，感觉山势真粗，真粗咧，我讲这个山势真粗咧，无合理，好栽几袂条，水阁翻江。那么我看第二地咧，地势真水，水也近，看会到，食会到，但是迄地咧。路有问题，搁放弃。第三地时啊，看到感觉袂歹，就真正四平八稳。四平八稳啊，我就甲提醒咧，外大门爱安尼开，爱安尼开诶。那么就看日，海照这个日过来动工。那么这位头家啊，伊甲问老师，日敢遐重要？我讲日就重要。顶咱一个人要出世的八字命，咱一个人的八字命呢，那是出世了对的。一世人的身体健康，头脑聪明，家庭结真幸福。因为八字命出世啊，好影响着人的一生啊，这就是真正重要。那么一间厝要开始呢，动土就是等于一个人的八字命，出世的八字命，同款的意思。好，咱的厝开始破土，要动土的时啊，开始已经厝就诞生出世啊，就生日开始啊。你若唔着食，唔着日，唔着时诶，那么当然一家啊，未顺时。那徛起未顺时，工厂嘛未顺时，所以就伊咱的信徒先生头家啊，啊伊咧，即啊老师安尼我听有啊，哈、啊，希望你甲我选一个上好的日，我好。那么我讲选日呢，有真侪法则。啊，我选日呢，通俗也有这个啊农民历，通俗农民历是一般人所用的。那么我讲我所用的日呢，甲一般是无相像。好，我所用的就是贵国先师所留落来、传落来，即当公的选日。好，那么这份当公的选日的要难啦、啊。好，这是皇帝较早贵族所用的。那么要详细呢，安怎来应用呢？好，咱等下呢，继续甲各位做一个真正详细的解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咱一丛树啊，你要种。嘛是按照这个季节、气候，要布置啊，要种菜，嘛是依照这个季节、气候，哈、啊、来布置啊。农作物，哈、啊、万生万物，伊拢有伊生存的方向，甲生存的法则。啊，尤其咧，咱一个人在地球上咧生存，确实是无简单。真侪人哦，老师，这现在是什么时代啊？好，要你接家迷信家，还有偷鸡嘞。我讲你唔捌，才是迷信。你若捌，你都未迷信啦。因往往咱都是唔捌，才迷，才去信。啊，信啥？信这巫师。圣贤自几千年来。将这大宇宙的法则咧，将咱地球啊九大行星、甲太阳、星星、七星咧，所有的伊的关系啦，已经都摸甲清清楚楚。所以叫咱这万年历、万年历。好，比如讲，哈、啊，这个太阳当时好、啊、月食、日食，好、啊，这个拢是真早都有记录来。可见啊，咱圣贤的智慧啦，唔是咱人现在所
我都追求的，我都所了解。咱有一本书呢，哈，圣贤所留呢，或者乾相典，乾坤的乾，哈，气象的象，乾相典。其中有一段呢，就是讲，星球一粒星甲十粒星一中间一距离啊，一长度依照易经算出来。那么在七百年前，美国太空总署呢，啊，伊将这里、個、这星球甲星球距离呢测出来以后呢，啊，结果含咱圣贤的明朝的时所留落来，这距离完全是相符，不可思议啊！这可见咱圣贤所留来妙法，只是咱无去继续研究。所以咱真侪信徒先生啊，我常常甲建议讲，你会使你无相信风水、甲地理、甲易经，但是咱无迄个智慧、甲无迄个权力，吼、哦。啊，会当甲孝人的风水地理的代志，相对的，咱选日，哈，选日的代志，伊的应验呢，自古以来，拢是真个千真万确。因为呢，我看了真济信徒的厝啊，啊，伊徛家在四年前啊，我甲讲你厝莫修理，啊，你迄年呢，都三煞，月令三煞，日三煞，时三煞，我讲莫叮当，那什么时阵啊？问我三煞是啥原因呢？或者游离电、游离电，咱咧修理机器，电无错掉，一定是要电着。问我讲会啥物代志？我会顺电破财，哈、啊，偌久免七工，结果后壁厝就拆，吼、啊，就增建，土下就溜就崩。第六工呢，主人雄雄昏去，昏去呢，送去病院好过几天啊，就回来了。回来又继续刷咧，又几无几天咧，开始迄个时阵咧，就愈严重啊。到第三届咧，好、哦、三刷，第三届时啊，都第三届刷，怎无救？啊，因的太太甲伊啊来问老师怎么办，跟村里人怎么办？啊，伊讲伊后悔唔对，要安怎？我讲许我无法。一旦你触犯到这刷去啊！触犯的磁场啊，地球的磁场、引力的关系啦。那么咱人小小一粒电子啊，一粒电火炮啊，一粒沙尘，一粒土沙粉啊，哪有法度甲这么大的地球、大宇宙、虚空的去对抗呢？这就是咱好无耻无知啊！人家讲啊，我就上敖，结果呢，伊厝的人怨叹，怨叹无路用，怪红西无路用。哦，所以咱唔捌的人才是迷信，咱呐捌者，咱都未迷信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一间厝要升起，就等于一张树啊，垫种嘞，下着时机种落嘞，树啊就水就活起来，啊而且呢未死去，唔着时机嘞种嘞，当然会死去，会打去。那么咱选择日课嘞，啊咱除了伊即个当公选以外咧，因为这是这本书咧，就是皇帝、贵族过去所用的。一般咱的通书啊，好、哦，咱的农民历是咱百姓所用的。那么咱选择工作的道理，何日何时要来破土？哈、哦，咱爱依照这本书，哈、哦，然后咧，咱这书内底甲各位按个时间按个破土咧，咱会甲各位详细的解释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么选日的要领诶，请大家咱来看这里有八个哈要领咧，哈八点咧，请来看。那么第一呢，就是爱选择好日，依照通书咧，哈选择好日，哈。第二呢，配合主事人的生肖，咱生肖未使对冲，哈未使对冲，过来配合专家人的生肖，专家人的生肖，啊，过来工厂重要干部。一生肖，咱嘛莫冲，过来符合工厂的志向，工厂的志向。好，过来年三煞，尽量爱片面。那就今年呢，一年呢，煞白爱片面。第七呢，年月日时拢爱注意，莫犯了三煞。第八呢，爱依照当土的仪式。以上这八条呢，咱一层工厂要当土呢，这个基本的条件，好日。
都符合规则。哈、哦，这个配合主持人呢，就先想唔通对枪。咱呐，等下再甲各位解释是安那好多对枪，安那好多无对枪呢？咱枪刷，哈、哦，也是讲枪响，或者讲咱爱安那劈三刷才会利呢？这是对各位真正重要，因为咱每个人辛辛苦辛辛苦苦所赚来的一事业，咱嘛无希望就安尼呢受到影响加损失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人上惊枪，上惊客。枪战，因为日头、月亮、地球这磁力线这么强一气呀、啊，好，所以这枪客呢，咱人小小呢站不了，尤其上惊枪。我印证这么多年来啦，真侪为了选人呢，就啊无要紧啦，枪战哪要紧，小小枪尔，结果枪了嘞，吃不到，哦，枪嘞。一拜，咱有一位信徒，伊个工厂，哈，伊就坐西五当，一选的日啊，结果是某日，某又冲过三煞，煞西，结果工厂怎咧停咧？第二天怎停咧？真不可思议。哈，考个状咧，才找我老师啊，我这唔知安怎吼，那安尼，我咧当时做啥晓？我到当时动工，我哎嗨呀，三煞搁对枪，煞搁枪嘞，一个那像这个手啊，个速度搁激烈，差不多熬灯做两过，一定的道理。哈、哦，所以那就信道用老师啊，我不相信啊啦，我迷糊啊，怎么办？重新看日，哈、啊，叫我总悄悄的重新搁整理，了偌济呢？精神了偌济，所以咱往往呢对这個日一枪啊，咱工厂在修理啊，咱嘛足注意。尤其要开始要破土的时，要破土除了响，比如讲我这里都今年好多虎年，阴五术煞白，明年呢海包米煞西八十八年呢。哈、啊，坐西五当的呢，亥卯未嘞，亥月、卯月、未月，都、就是十月、二月、六月嘞，达水摩当。尤其呢，亥卯未每年龟年烫天嘞，坐西五当的厝啦，你千千万万你都莫去修理，修理你就知道，这足准足正嘞，我印证。甲结缘呢，结这三十几万信徒，甲呾呢，所统计、所印证出来呢，利害关系，当然我一定讲个了解。我无希望咱社会上有人个产生这不幸的代志发生。咱了解信徒呢，啊，伊就想啊，咱即摆时代啊啦，佫信啥？结果呢，伊搬厝入厝，入去呢，三工，四大人，四翘翘。好，我去呢，甲破咧呢。啊，那个破裂呢，去病院呢，一时啊呢，面呢乌去，整个总乌去，无偌久往生。结果我甲你讲，你唔相信吼，三煞爱煞三个人，结果呢，狗嘛死，精神嘛死，四大人往生去，怎么办？所以咱爱有理智，咱无比圣贤较高，咱只是讲啊，只电波传讯较资讯较发达尔。咱的智慧无比圣贤较智慧较好，所以各位是方圣知识，咱会使你无相信风水，但是呢，咱无迄个能力，无可能，嘛袂当去否认着风水的存在啊。啊，咱这日的冲，对一家人的冲真严重。咱有诶厝咧，修理了咧，囡仔未乖，修理了完工变咧浪，厝咧。丁经理还是工厂呢？打一个角头，你先个是，好就开始整理咧。比如讲，今年北方，因我是煞北，煞北的所在啦。你主人呢？你也告诉讲北方呢？你个敲敲打打，还是个卡厝整建呢？你工厂一定袂算百分之百。
明年那是西平民呢，明年西平民就是甲太水对冲，海包味呢，煞西包油枪呢，那西平民呢，你入厝也是讲要钢枪破土的时啊，千万尽量避免，那无食，代志袂煞。好，别人明年当兵，当兵呢，无明年太水东头做。无无灾必有祸，所以明年啊当兵呢，你若去啊整理呢，佫袂煞。你问题叮叮塔塔，叮叮塔塔有够济。所以咱希望88年啊，若是讲坐西五东，坐东五西，或者是西平面，一间厝无论坐北五南，坐南五北，伫西平面的呢，你若家属要动土者，我建议你绝对唔好动土。你嘛唔通讲啊，我想要咧增建，违建嘛是同款。哈，或者内底敲敲打打咧，嘛是同款。这拢是影响一个咱工厂的损失甲平安的真大关系。若是讲后面你煞西，你西平面咧，我要只只机器起起扩扩咧，你断了咧，迄台机器就搞问题。我印象够侪个，迄摆咧，我看你手一沾，机器手一沾断哟。我甲写一个金融底咧，哈，伊就唔相信。好啊，我随在你迄个代志，好大台机器了，一台几啊百万转落咧，都无两工咧，好听在呢，迄个师傅恶上咧，迄机器手就伸入去咧，切者斩断去，连续两个，过三个月后咧，无个咧，老师，你看告诉我什么日拿来刷机器，安尼转按机器好不好？我手一斩断去，老师要安怎？断就断去，要安怎？我甲你讲。你学爱学全全汤水，唔学半汤水。所以咱这个问题啊，工厂的问题，先讲影响是有够济，有够济啊，唔是讲方向三日你拍拼，你这日时啊，年月日时拢爱考虑。若是咱一个人啊，无这个智慧，干那要哇，无拼就赢咯，无拼他家咯，各位啊。爱注意，咱拼是一定爱拍拼，但是咱爱顺天的法则，顺着天的法则啊，咱呢自然呢，咱会强会胜，哈，会旺事业会顺势会平安。若是咱违背这个宇宙法则的时啊，那是啥呢？逆天啊，逆天行事的时啊，逆天则亡，顺天则昌的道理，这都是安尼其中的一项。我认真害者去啊！我希望后礼拜好继续来，甲各位详详细细的，会甲各位讲，究竟安尼选择以后要安怎用？好，我希望呢，这个好事呢，好大家了解，大家呢会当苦结撇香。咱人是要追求苦结撇香，咱卖做恶业，卖因为袂顺势咧，影响到他人的事业，安尼罪过就真大咯。今日咱的课程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势。